象局解释，连续三天暴雨导致地面湿度加大。冲天火灾瞬间引爆，我离开了医务所，哪里好大的烟啊！火海逃命，惊心动魄。阿强，您那什么情况？我带人走楼梯，地库全着了，帮我照顾死了。你全副武装，一帮兄弟，我这什么都没有。你老婆等你救啊！要救别人还是救自己？你疯了！不是我们会死的，我们都会死的。谁也没有选择。队长，不好了，里面有大量化学品。大家不要碰那些事。刘青云、古天乐、李金杰，你的方法行不通的，又不合规矩啊！你听我说，我有办法带大家出去。不要疼啊！夏日影狂潮，逃出升天，就在星味 HD 电影台。